新男神 ，OK？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台词？特别来宾，有特别来宾。金牌吗？就是金牌啊！他应该有先崩溃。你怎么知道他先崩溃？他已经崩溃了。YouTube 同学你们好，我以往下半年才会推出的讲座影片，我们这一次春分就要推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今年是大破大立的一年，这个破坏性我们都已经感受到了。那为什么会在 YouTube 上上呢？以往我都是推出讲座 APP， 但是画质是比较差的。我们这次呢，把它放在 YouTube 的订阅频道里面，画质是比较清晰的，各位可以用更好的一个界面来享受它哦。那这次呢，我们的收费方式是每月100元，我们总共有6支影片，会分2个月放上来。那各位看完这些影片之后，如果想退订也很简单，只要按一下钮就可以退订了。当然我也会继续思考怎么在这个订阅频道里面要给大家订阅才能得到的服务，我也会在这2个月里面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各位觉得如何呢？现在就赶快加入我们的订阅频道的行列吧，我等你哦。